迎来到传说对决，大家你们打快一点哦！等等，我要出门处理事情了。你要去哪？小鬼头，闭嘴！我第一次玩第一次玩不会去打电脑，没关系啦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定会赢。可以行，安妮，销售仓线，你一定要帮我拿这个桶。傻眼猫咪耶！那个罗斯的二技能是反方向都不知道、哦。小鬼头，闭嘴！乖一点，别太冲。停！用一技能去破口。好，交给我。啊！罗斯了！我叫你往后滚，不是往前滚啊！白痴哦，我去送头干嘛啦？小鬼头，闭嘴！让我来推他。奇怪，我点到我了啦，他怎么在打我？怎么送头啊？监军你哦！小鬼头，闭嘴！哎、啊，我就不太会玩呗。露米亚，救我！露米亚，我来救你啊！我卡墙，我王大绝。谢啦，爱你哦。集合埋伏！罗恩来了，罗恩来了！哎，卡死你心爱啦！好爽哦！再蹲一次。小鬼头，闭嘴！我是可爱的傻猫。啊又想阴我，看我把你揪出来！啊啊啊！兄弟们，就是这个草，这个草里有人帮我报仇。等一下，这次应该在另一边。啊啊啊！不要怪我哟。弟弟，快吃饭了！等一下，再不快点，菜都要凉了。你爹冲啥？我在打电动啦！天道，我要打死你哦！痛哎、欸，不要打了！酱头虾煮饭给你吃，看你怎么办。等一下呗，集合，准备团战。人也太多了吧？我们先撤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放生我啊？靠男人不如靠爹。Legendary， 就你们几位想赢过克里希，有点难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《夜市特工》。那这次拍完之后，我们也深深的爱上了《传说对决》。哎，这样好像有点太假。Shut down。